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萤火虫传媒训练生徐新驰，你们也可以管我叫叉叉系。先跟大家说说我的爱好吧，我的爱好嘛，说起来有点难为情。我喜欢玩沙子，因为玩着玩着呢，就有可能会玩出一个雕来。再跟大家说说我的性格吧。我的性格，朋友们总说我有点天马行空，有点脱线。算了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很在线的理想，就是要成为大家的，噔噔，海绵宝宝。我会像海绵宝宝一样，吸收一切烦恼，化为18颗牙齿的灿烂微笑。嘿嘿。早上7点，又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一天。在朝阳的光辉里，给努力备战高考的朋友们分享一首歌《Hakuna Matata》。希望高考后的你们可以像这首歌一样无忧无虑，尽情玩耍。Hakuna Matata, Hakuna Matata, Hakuna Matata。哎，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先把昨天的视频录了吧。你打工了吗？开始了。好，3、2、1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星驰。昨天呢，接到一通神秘电话，是一位2020年的选手要参加青春比赛，让一位大明星给他打 call。于是我来了。虽然结果呢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还要提醒你几点。第一个，初舞台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睡觉，不然你第二天眼睛会干的，眼镜会掉，知道吗？很丑。还有第二次舞台最后不要 wink， 你会翻白眼，翻白眼啊，现在都是我黑历史。还有你现在应该青春期吧，多喝水，注意作息，不然你的脸，你懂吧。不说那么多了，还是不忘初心，努力努力，不怕辛苦，好吧，加油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